是那个叫做抗战公路，啊，我们车开的这个是个坦克300啊，这个丰田马道，啊，这边的话呢，吉利，星越 L， 我们今天车就开到这个的位置。丰田普拉多的百公里耗油大概在11个左右，坦克300也大致差不多。这次出行啊，我们的领队是张太佩先生，他有丰富的藏区的西藏自驾的经验，在这次的话，连去了20多次这个藏区了，有丰富的经验。这只是他在群里边发的，这个借助于谷歌地图去探索我们走的线路，他来告诉大家我们究竟去怎么去走。这个线上面，这个图上面的这个，是一个查瓦龙到贾应村的 3D 模拟图，有30多公里的路啊，这个大部分是在这个山脊线上走啊，他发给大家看看，大家看了以后一定要心中有数啊。那么蓝色的线就是丙叉叉线啊，从丙中洛到查瓦龙全是在怒江边来开的路。张太佩老师说他15年前走的，那个时候路很糟糕，那么现在不太清楚。从查瓦龙到查语段是在原始森林和大山之间游走的。那么我们这行程呢，我们这次总共有10个人，3辆车啊，丰田霸道，这个吉利星越 L， 还有就是坦克300。吴孝明也买这辆车也就才1年多时间，他自己驾这个车也就1年多时间，还是个新手。他夫妇两个人考虑啊，最终决定在群里面发出他参加丙叉叉这个线路驾驶。